你知道梁凯莉的写真书卖得很差吗？小兔兔，你知道？忍耐。梁凯莉的写真书不止卖得很差，还卖出 Jenny， 你知道吗？还卖出 Jenny 了。有一只兔子和乌龟比赛赛跑，结果兔子因为睡着就输了。哇！你们好啊，我就是因为睡着，然后输掉比赛的小兔兔。我是谁？梁凯莉。我一直在想，我为什么一直输给乌龟呢？于是，啊，对，因为我睡觉。但是我回家检讨了一下，又看到了 NBA。于是我从 Kevin Durant 身上学到，如果你打不赢对手，你就加入他。所以呢，我今天是要来跟乌龟拜师学艺。绿西龟，绿西龟，绿西龟呢？小小乌龟上山坡，嘿嘿呦，嘿嘿呦，小小乌龟和糖果，吃火乐悠悠。大家好！哎，绿西龟，你骑的是什么啊？这是我新的交通工具，它叫做红鹤。来，给我念一次，红鹤。对，因为我是一只西龟，所以我是驾鹤西龟。睡着啦，那你怎么没有感觉？傻孩子，很痛啊！小兔兔，你来找乌龟大师做什么呢？啊，我今天是来找乌龟学习怎样可以不受诱惑赢得比赛哦。很简单，小兔兔，你要把握一个字的要诀。啊，是什么？知道是什么字吗？答案就是忍耐。哎，是两个字啦。忍耐，耶！全校幸福，你要学习忍耐，耶！朋友，听我的忠言。我知道了，所以呢，要赢得比赛，就是要学会忍耐。不对，要赢得比赛是要学会找朋友。耶！听我的忠言，朋友。哎，大师，大师，什么意思啦？嗯，朋友会给你最好的建议，给你最好的金玉良言呐。可是我没有什么朋友哎，那大师你的朋友都给你什么意见呐？他们给最多的就是希望我忍耐。追求幸福，你要学习忍耐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你这个人就没有幽默感哎，人生在走，幽默感要有好吗？人生超幽默，耶！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既然你想要学习忍耐，现在我就来给你一个测验。我这边呢有一杯忍耐水，等一下呢你会非常接受到非常严厉的诱惑，然后呢如果你接受不了诱惑，你就把这个水喝完，就代表你挑战失败了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拿好了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忍耐大挑战，预备，开始。小兔兔啊，这边的妹妹手上有一颗红萝卜，有颗红萝卜，想不想吃啊？忍耐。小兔兔啊，这边的妹妹手上有两根红萝卜，想不想吃啊？不行，我要忍耐。这个都没有用啊。小兔兔啊，这些红萝卜手上有一个吴克群呢。小兔兔，这样来讲，你忍耐功力还不错。不过，真正的考验现在才要开始。好，小兔兔啊，你知道梁凯莉的写真书卖得很差吗？小兔兔，你知道？忍耐。梁凯莉的写真书不止卖得很差，还卖出 Jenny， 你知道吗？还卖出 Jenny 呢。水你才不公平嘛！好，既然你觉得我不公平，我们就来一场龟兔赛跑友谊赛。好，如果你真的跑得赢我这只乌龟的话，代表你真的可以通过忍耐的考验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我们要比赛了。
龟兔赛跑友谊赛，预备，开始。小兔兔，啊，你看那边有露露哎。啊，关我什么事啊？露露有露露腿啊。那又怎样？露露腿长的就是萝卜腿。萝卜腿，露露腿胜出，不知不觉当中你们都加入演出了。对呀，你们一起演了。红萝卜手上有吴克群哦。有我的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刚刚讲，因为他们刚刚讲说忍耐什么意思，然后旁边他们就接不好意思。但是应该看得懂，对不对啊？可爱的龟兔赛跑的故事太精彩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到底小朋友买不买账，喜不喜欢呢？喜欢这个表演就来按钮喽，开始。恭喜获得40分。102。哇！哇，这不行吧？70，97，128，128，三人结束，128，继续。白云哥 ，hold 住好不好？这个，哦，129，新路姿势，最高129。哇塞！哇，那量太高了吧？白云哥，你眼神好变态。给他失望，一直在120以上，就弄他一点，弄他了，白云哥，失望到头嘞，放起来了啦，哇，121，120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，不是，最后 ending 就121，就差那么一哦，没有，一百一就要喷了，一百一就要喷了，中间已经超越太多。我跟你讲，你刚才说的120几的，129是不是？129最高。他自己穿的时候，一撩到这边来，吓死人了，我都担心啊。啊，对啊，哎，重播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对啊，对你刚才是怎么不小心连裙子都撩上来，我吓一跳啊，担心啊。哎呀，这皮肤挺白的，你怎么那么白？对，好白哦。你有晒过太阳吗？真的很像雪。你知道有太阳吗？我知道有太阳。OK， 你怎么会白成这样？你是有刻意美白吗？没有。还是家里听说是他最黑的啊，是不是？嗯，我也没有啦，因为我在做户外活动嘛，所以刚才我在运动，有啊，对，运动啊，太阳啊，他也运动，怎么那么黑啊？他没有运动，他每天在家躲太阳。我每天躲太阳，还擦防晒油，这样可以吗？